迪丽热巴被堪称为继范冰冰之后的红毯第一霸。近期迪丽热巴的造型几乎每一套都是经典，无论私服、活动造型还是红毯礼服，都美得让人惊艳。完美的脸蛋、气质、身材，再加上直爽的个性，让迪丽热巴除了有一票男粉，还有大批的女粉丝爱戴。因迪丽热巴是新疆血统，所以她的五官格外精致，再加上高挑玲珑的身形，让圈中女艺人和她合照颜值都会被力压。最近一组破天荒的照片被疯传，一名娱乐博主 PL 文指迪丽热巴与女粉丝合照，气质完全被这名女粉丝秒杀。该名娱乐博主 PL 文时表示，明星和粉丝合照时最怕粉丝气场强大，称迪丽热巴气质被粉丝比下去，这也太尴尬了。这名粉丝一共拍了两张照片，一张为身穿修身针织藕粉色长袖上衣的她与精致打扮的迪丽热巴合影，另一张是与一众友人的迪丽热巴合约。博主称，网友指这名藕粉色上衣的素人小姐姐气质和迪丽热巴打了平手，甚至力压迪丽热巴。也有人注意到，另一张大合照中真正的颜值大 boss 其实是一旁戴黑色帽子的小姐姐。然而不少网友看了博主的分享之后表示，用秒杀迪丽热巴来形容太过于夸张，迪丽热巴站在粉丝身旁一点也没有被比下去，只是两人属于不同的美和气质。大家对这组照片有何看法呢？